算是最后一天在尼斯，然后明天一早就要搭飞机回台湾。然后今天天气超好的，就我这一周都一直在玩新的 Urban Decay 的 Smoky Palette， 然后所以最近的眼妆都是比较烟熏的感觉，然后带它是比较冷色系的颜色，所以就是有一点灰灰的，然后带有亮粉的一些颜色，然后最近就一直在玩这样，然后搭配一些我自己喜欢的就是彩色的颜色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。所以今天就是画了一个也算是灰带有亮片的一个烟熏眼妆。我昨天就是在重看一些Jacqueline Hill 的影片，然后就看到他画一个是就是像这样子下眼线，在眼头这边是做往下然后打开的感觉，就是会让眼睛更放大的一个技巧，然后所以今天就是想说就是来玩一下。好不想回去哦，尤其这边就是每天天气都超好的，然后感觉台湾就是很多台风，然后阴阴的，然后又很闷，这边就是很干凉舒爽，然后几乎每天天气都很好，太阳都很大，都会很想要去海边走一走这样。然后最近我们在看就是 LOL 的欧洲的比赛，前几天就是台湾的闪电狼连赢了三场在一天里面，超厉害的。然后因为我们那天刚好出门就没有看，结果就回来就发现他们哇比数一下就拉近，马上变成前二名，然后就可以继续，因为他们是先积分，然后看谁分数前二名最高，然后就进前八强，然后再继续就是半决赛跟决赛这样。希望台湾有机会争夺冠军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啦，那就这样咯，拜。